现在要去搭渡轮，我们搭的是8点的渡轮。等一下就要去柜台把我收到的这个 voucher 给柜台人员看，他就会换实体的票券给我们。Blue Bridge 搭船的位置距离市区大约5分钟的车程，在它的对面有一间开到晚上12点的麦当劳，建议可以在上船之前买一点食物，因为船上的早餐价位不低，而且人还蛮多的。在我们给柜台人员看过订单编号之后，对方脸色一直都很凝重。现在好像发生一点状况。没错，我们的 agent 也就是 Klook 帮我们订错日期了，所以柜台人员建议我们直接现场买一张新的票，然后跟 Klook 联络，请他们退票给我们。我们刚拿到票券了，接着呢，只需要跟着其他准备上船的车辆队伍，这时候要先将登船的船票准备好，给右手边的工作人员扫描。现在眼前这台呢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搭的渡轮。上船之后，工作人员都会比手势告诉你方向，引导你停车。停好车之后呢，记得把贵重物品、食物跟墨镜都带好。等一下工作人员会将停车场这一层的门锁住，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到车子上了。终于进来了。对，好无奈。公共区域这一层会提供旅客各式各样的服务，有饼干、饮料、面包、早餐、乐食等等，基本上你不会在这边饿到。我们有尝试叫了一份组合餐，但是口感相当的普通。另外呢，船上也有提供私人的床位，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买票的同时一起预订。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着联络 Klook 帮我们把刚刚的那个票券退票，因为他订错时间了。然后呢，柜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，他把我们今天是礼拜六，结果他订成下礼拜三的票，就是他们系统上今天的船名单里面是没有我们的，但是下礼拜三的有，所以他就让我们现场重新买票，然后把这个票把它退票。除了退票以外，我们也有告知 Klook 我们现场买票的价格比原先跟他们订票还要再多了100多块纽币，希望 Klook 能够连同这个部分帮我们一起处理。现在打算到甲板上面看看。哇，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位置。点了一杯乐可可 ，medium size 是4.5块，然后这杯是加大的5块钱。听说喝起来有豆奶的味道。对。我合理的怀疑，一定是他怕大家落塞，所以不要让大家喝牛奶，不然大家落塞在船上很麻烦。对，因为那个厕所的空间有限。臭臭的很麻烦。像在倒退路，应该是要进去到这个洞里面去临船。终于要到了，3个半小时，好久，比想象的还要更久。终于要到了。现在时间是11:38，表定上是11:30到，所以现在我们在等那堆车子。
其实上渡轮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刺激。对，本来还万分的期待。对，但是其实就是上船之后蛮无聊的，然后在中间海域的地方有一些比较激流乱流的地方，然后那时候船的波动幅度会特别大，但是一靠近南岛之后就又渐渐的就变得很平稳，然后风也没那么大了。但是如果会容易晕船晕车的人还是应该要吃一下晕车药比较保险。对对。这么突然啊，我们想要吃，我们先走。对啊，重见光明。拜拜，游轮。可以退款，那就是后面当天我们负责380块，耶、yeah! ！